学员们，咱们现在来切一个木纳的手镯料，这个料子形状非常好，版型方正的啊。这边是有花，我看一下鸭灯，这边是有兰花的表现啊。种水鸭灯全身一个样，整个是爆了的啊。这边是有一个碰口，碰口的话是雾成的啊。我们这边直接干一刀，瞅一瞅，看一下能不能干爆内画啊，画底的手镯啊。夹好了啊，咱们直接开切吧，主体。